干了什么？我爸出车祸了！快拿遗嘱啊！别愣着了，快拿遗嘱！ 喂，120吗？我这里是去香山敬老院的公路上，这出车祸了。这还是心脏，还是心脏引起，不然也不至于那么严重。送个站室吧。再等等吧。 兹决定将我所有的现金分配如下：300万美元给我的中国前妻罗秀琴，200万元给我中国的女儿罗小红，剩余80万元给美国的女儿郭琳琳。所有无动产全部捐献给 ABCISS 慈善机构。补充条款。 若罗秀琴和罗小红任何一人在接受遗嘱前非正常死亡，另一人将享有上述死者的财产分配。若二人同时非正常死亡，其500万元美金将全部捐献给 ABCISS 慈善机构。若郭琳琳在接受遗产前意外死亡，其80万元亦捐给 ABCISS。 特此补充，李遗嘱人杰克波。小红，对不起，我惹祸了。行了，甭说那么多了啊。你头怎么样啊？还疼得厉害吗？ 静儿，姐，哎呀，这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哥，没事儿。他不会落什么后遗症吧？应该不会。哥，疼吗？喝酒。哎呀，可乐的东西。伤得挺重的，外伤还行，主要那人有心脏病，很强。 这人要是死了，是不是得赔好多钱呀？哎，一般这种情况得赔多少钱呀？少说也得30万。不过，嫂子，人不一定会死吧？就算不死，不是还得赔医药费呢吗？医疗费是不是也得出不少？弄不好，倾家荡产都不够赔的。
高律师，是我。告诉你个新情况，老家伙出车祸了，不过还有点麻烦，现在他好像还有口气。Hello， 说话，我现在很安全。安全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在电话里说这事儿。不过这车祸不是我们搞的，纯粹是个意外。但确实有点天意。这遗嘱现在就在我手里，下来该怎么办？对不起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跟你见面，你看你能不能抓紧时间飞过来，我们再好好商量商量。去不去要等我老客户的消息，你招的哪门子气？混蛋！人生死未卜，正在抢救，而且罗小红是主治，怎么办？绝不能让他开口，绝不能。经过我们的现场勘查，根本没有找到您说的什么药瓶，我看呢，您也甭找什么客观理由了。翻车前啊，您的左前后车轮都已越过了中线，车速也慢不了，所以呢，初步结论基本可以确定，您得负全责。那得赔多少钱啊？您是老司机了，你心里边大概其实应该有个数吧？具体数还是问保险公司的人。你看上面有没有记错的地方？没有的话，您上面签字吧。小心在哪个房间？还在抢救室呢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啊？去哪儿啊？你说呢？等老东西醒来，跟罗小红说几句话，咱们的计划就他妈彻底完蛋了。那你也不能胡来，听我的，这有我呢。啊，快走吧，听话啊。等你告诉我去等死的消息是吗？你快算了吧，我指望你什么都不行。不是，不会的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真的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我在外边等着，随时给我消息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已经到了，哎，你不是说？和平饭店。Thank you.
高律师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想见你一面还真的不容易啊。跟你说实话，我呀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别这么说，我是真的有事儿求你。你求我什么事儿？不说我也都清楚。长话短说吧，你趁早别在这事儿上有想法。你想想，郭老先生的遗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立遗嘱人只要一死，我就必须按程序面见罗秀琴和罗小红宣读遗嘱。只要你不声张，只要你敢把遗嘱压下，要是老家伙一死，那罗小红母女俩不就彻底不知道遗嘱的事儿了？这只是你一个人的幻想。郭先生这次来之前特别在遗嘱上补充了一条，就是假如他个人有任何意外，只要跟郭玲玲和你有关，遗产就全部留给人家罗小红母女俩。也就是说呢，现在的车祸跟郭玲玲在后面追有直接关系。好在人还没死，要不然郭玲玲连这80万都没了。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何必去动这个脑筋呢？记住了，有些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我可提醒你韩军，千万别忘了犯罪的代价是什么。别他妈跟我阴阳怪气的，这可不是在美国，我临死临死爷爷会拉上你这个垫背的。你不就是想胁迫我当你的同谋吗？你又不是不了解，我是个律师。放开你的手，我要不是看在郭老先生和郭琳琳的份上，送你进监狱恐怕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最后我奉劝你一句，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，至于我不会跟你合作的，好自为之吧。高律师，谢谢你的提醒。罗大夫，这是专家会诊出来的结果，情况不太好。我就是开车的那司机。要干嘛呀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想向您道个歉，对不起啊，实在对不起。你还好吧？还好，我就是脖子扭了一下，还有这脚也碰了一下。那你请坐吧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不坐了，我就站着吧，就想跟您说几句话。坐吧，刚好我也想知道我爸爸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那不用不用。那个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哪个病人啊？就车祸那个，
姓郭的老先生。昏迷着呢，估计够呛了。哎呀，你说建强怎么摊上这事儿啊？谁说不是呢？美国大使馆说了，这位郭老先生是个美籍华人，已经有30多年没回国了，还是咱们老北京呢。看来这回啊，麻烦大了。刚才院办主任告诉我，美国大使馆明天下午要派人来看这个郭一然老先生，到时候啊，你还得辛苦一下，给他们介绍一下病情。你刚才说他叫什么？啊，英文名字叫杰克郭，中文名字郭一然。郭一然？我在车上才知道，您父亲原来去养老院啊，是看我岳母的。本来挺高兴的事儿，结果后来谁知道？你说你在后面开车追什么呀？追？你说什么？我爸爸是要去见你岳母的。啊，他说他们在兵团是老战友，还是说……哎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啊？我以为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找养老的地方呢。哎，我可没撒谎啊！您父亲肯定跟我岳母是熟人，你别误会我在编故事吧。啊，没有，我这人还是相信这世上好人多的。谢谢，谢谢啊！我爸有没有跟你说过他见你岳母什么事儿啊？嗨，这不还没来得及说就出。出事了。那什么是这样，您父亲呢，既然跟我岳母是老熟人，而且又大老远的去养老院看他，那肯定是关系不错啊。嗯，可能是吧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。没事儿，有什么事儿就说吧，既然都这么撞上了，也算是缘分。对，缘分是缘分，所以我才敢跟您开这个口。您看，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我肯定会赔偿您父亲跟您本人的。我不过就是想求您稍微的那。你是想让我们少让你赔偿一点钱，对吗？那好，郑先生，我也跟你说句实话，这世上谁都缺钱，我也很缺钱。我不是说不赔，我只是想说，能不能少赔一点？少赔一点？人都撞成这样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说这样的话？我爸爸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今天上了你的车，你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子？你不说求的老人能够好起来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说这样的话？你知道我现在做女儿的想什么吗？我只想让我爸爸早点好起来，我想让他好好活着。我要你陪我爸爸。对不起。你等我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我是来向郭小姐道歉来的。道歉？啊。怎么哭了呀？有你这么道歉的吗？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想赖账没门儿。行了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全错了。你就等会儿，我什么都没跟你说啊。不是，你到底跟人说什么了？我对不起啊，他刚才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我是你父亲的主治医生，对于你父亲，我们医院会尽全力抢救的。这点请你一定放心，我不管你怎么抢救，
我只需要我爸爸像昨天晚上一样好好的站在这儿。你先别走。你要是刚才跟人说了什么混账话，你现在跟人道歉。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也不需要你的钱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爸爸真的不行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要你们陪我爸爸。你是不是求人家了？你疯了你！郭小姐，对不起啊，你放心，事故责任我们两口子绝对不会推卸的，该赔多少就赔多少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写个保证。你们俩是两口子？对，是两口子。你先出去吧。不是，快出去啊！哎呀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老爷子去疗养院是看咱妈的。你父亲是不是叫郭逸然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什么时候去的美国？30多年前。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听他提起过一个名字？罗秀琴。嗯，听说过好像。那是我的母亲。郭逸然也是我的父亲。老爷子，这回是您亲生女儿在救您了。感谢上帝，别感谢你的上帝了。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也就是我是个医生，要不然我倒真希望他能早点死。哼，赔钱呢？做梦去吧，一分钱都不赔。走。小黄。我刚见到高律师了，计划有变，你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。一会儿我会去医院门口等你，你找机会溜出来，我再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。OK。知道我自个儿该死，祸是我惹出来的，我也不该去求人家。不过咱要是一分钱不赔人家，恐怕也过不了这关啊。我说咱别跟人赌气了。赌气？我就是赌气了，怎么着吧？要是换了别人，我就是卖血，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差别人的。换了郭逸然，就是不赔，一分钱都不赔，这是他应得的报应。不是还有吗？
他去看咱妈这事儿，你干嘛不告诉我呀？我这不还晕头转向呢吗？再说了，我说给老爷子购药瓶，你信了吗？你不信啊？我的话你压根就不相信是真的。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啊，人警察都没找着药瓶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哎，说的实话不说，不该说的你倒抓耳不放。哎，你不就是想减轻点责任，少赔点钱吗？亏你能编出这种瞎话来。哎，我编瞎话？我这辈子跟你编过瞎话吗？我求人家不是还为了咱们家少赔点，省得压得咱们喘不过气儿来。那你也不能在病人还没脱离危险的时候跟人谈这些呀。那我又没有求老爷子，我是求他家属，况且现在又跟咱有关系了，我怎么就不能求啊？跟咱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郭逸然还有他闺女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甭往那儿咧，更不用去求他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回这祸是我惹出来的，我自个儿擦这个屁股，你少掺和。我少掺和？你要不惹祸有那么多屁事吗？我大个人了，开车也开不到正道上，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呀你？要不是你头天晚上折腾那么一宿，我也不至于今天差点见阎王爷吧。这次是侥幸捡了一条命，我偷听过大夫们的对话，说最多也就是植物人。这样最好，你听着，咱们原来的计划得全部推翻。他们现在不是急了吗？那你就掌握好火，见机行事，既要让他们更着急，又不能把事情闹得翻脸的地步，然后你再想办法进驻到他们家。去他们家？对，高律师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我听懂了这王八蛋的意思，唯一能拿到全部遗产的办法就是我把罗小红娶过来。什么？太可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听着是绝对不可能，但我们必须得做，因为我们没有退路了，否则就是打死那个王八蛋，他也不会答应帮咱们的。所以我就想，只有你先住到他们家里去，再想办法勾引郑建强，等他们俩分了心，我再在外围跟踪罗小红。你是说 ？Yes。让他们俩离了婚，我再乘虚而入，娶了罗小红。我找同事借钱去。疯了吧你！这大半夜的找谁借钱去？你给我回去！我自个儿惹的祸，我自个儿收拾。神经病！那么多钱谁借给你啊？再说你有那么大脸吗？哎呦！借不着，我大不了死了，我死了就没人找你们赔钱了。放屁！除非我跟你一块儿去死，就算咱俩死了，还有我妈呢。啊，让我们娘俩都陪你一块儿去死。建强，建强。你真对不起你爸给你起的这名儿，就你这点出息，走啊！那你现在必须给我一个承诺。是继续做下去，还是不做？如果要做，就必须扔掉所有的善心和廉耻；如果不做 ，OK， 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我马上消失。你留下来，等着跟你们分遗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以后要尽量少见面。你必须先进驻到他们家里。你只要把郑建强搞上了床，你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。要做什么这些，
几乎不可能的事情，就必须有牺牲，必须付出代价。先给他们扔一颗重磅炸弹，在楼上假装要跳楼自杀，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彻底不想活了，对吗？没错，让他们觉得你可怜，这样才有可能让你住到他们家里去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玩这种冒险游戏一定要让程天强看见。Understand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去？宽恕，我已经无路可走，只能扮作一个坏女人了。错。
会我自己。